库鲁克塔格山，一位干旱之山，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缘，是神秘之地罗布泊的北方界山。历史上美丽的孔雀河曾与它一路相依东流，滋润沿河的绿洲。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与孔雀河北岸之间的荒漠戈壁上，距今新疆玉里县东南约130公里，有一处营盘遗址，是由一座平面呈圆形的古城址、佛寺、农田和公共墓地组成的汉晋遗迹。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曾推定其为汉时的莫山国故址。莫山国即西域36邦国中的山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山国去长安7170里，西至玉里240里，西北至燕齐160里，西至微虚260里，东南与鄯善且木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枢纽要地。自198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营盘遗址进行多次清理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大量各类珍贵文物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汉晋时期，西域各地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联系，深受更为发达的汉文化影响。汉文化遗存大量出现在营盘墓葬中，出土的精美丝织品、寿字锦残片、名衣、漆器、铜镜、钱币、陶器等文物，反映出浓厚的中原汉地丧葬文化特点。营盘墓地15号墓是发掘墓地中保存最好、最具特色的一座。墓主人为男性，头枕鸡鸣枕，面戴麻质面具，内着淡黄色绢袍，外着红地对人寿数纹双面髻袍绢裤。鸡鸣枕长46厘米，高约8厘米，上有对禽对兽兽面纹和四方连续的蔓草纹样，枕的两端各缝有四瓣形花叶状绢饰。髻袍交领右衽，下摆两侧开叉，红黄两色经纬织出重叠的平纹表里，红地对人寿数纹髻为袍面，淡黄色绢做里衬，髻面纹样不拘规整，每一区由六组以结满果实的石榴树为轴，两两相对的人物和动物组成，人物形象为男性，肌肉隆起，裸体卷发，高鼻大眼，均手持盾矛，做挥矛刺击之态。牛羊造型生动，相对或相背而立，前蹄腾空，后蹄着地，牛背上有麦穗状纹样，羊身有卷曲花纹。整个图案呈现出希腊波斯两种文化融合的艺术特征。这座墓葬的彩绘木棺上还覆盖有一块狮绒灾地毯，具有浓郁的西亚地区艺术风格。新疆地区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的重地。这些精美的文物就是历史证据。
罗布泊位于新疆若羌县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缘的苍茫戈壁中，人迹罕至，被誉为死亡之海。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并盗走了大批汉文和屈卢文木简、纸文书、鸡丝、毛织品等珍贵文物。这处遗址就是楼兰故城。这是一座消失了1500多年的古城。遗址大致呈正方形，风华的城墙残垣与周围的雅丹地貌融为一体，依稀可见泥土、芦苇、树枝等夯筑的遗迹。一条古河道穿城而过，将其分成东北、西南两区。残毁的佛塔、官署、民居、烽火台等建筑遗迹，见证这里曾经的繁荣，也镌刻着岁月留下的沧桑。楼兰是西汉时西域36国之一。据《史记·大渊列传》记载，楼兰孤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是罗布泊的古称。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为鄯善。鄯善王请求西汉前夷将屯田击鼓，令臣得一起微助。汉昭帝便在伊巡城置都尉，行屯田，楼兰成为汉朝经略西域的重镇。魏晋之时，楼兰城为西域长史府驻地。在楼兰故城遗址出土过一封西域长史转发西晋的诏书，内容为西域长史营写鸿胪书道，如书罗卜，言会11月念日，如诏书律令，说明西晋的政令和法律行之于新疆地区。而在楼兰发现的西晋时期木简，有晋首侍中、大都尉、讽晋大侯、亲晋鄯善、燕齐、秋瓷、疏勒、于田王写下诏书道等字样，说明新疆地区各地方首领备受晋朝官职，受西晋统辖。自张骞通西域后，楼兰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枢纽。它东通敦煌，西北至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这里交汇。楼兰道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大约在4世纪中叶，楼兰城神秘消失。在此后的典籍文献中，含有关于楼兰的记载，但它是唐代以来文人的灵感源泉。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等词句千古流传。楼兰故城遗址被发现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1998年，在楼兰故城遗址以北的墓葬以及营盘墓地，曾经考古发现数量不少的彩绘木棺。其中一具木棺长201厘米，宽50至59厘米，通高42.8厘米，
官身四周和官盖上会有束带玉璧纹、云气纹、花卉、朱雀、玄武等图案，均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征。这里还出土过大量做工精细、色彩绚丽的汉锦，上有延年益寿、昌乐光明、延年益寿以子孙等吉祥字样，无不显示着中原文化对这里的浸润。在楼兰构成遗址出土的文物里，既有汉代的五铢钱，也有贵霜帝国的铜币，既有汉代的丝织品，也有波斯风格的壁画，甚至还有希腊、罗马以雅典娜为图案的工艺品，以及陶器和漆器，证实了楼兰在中原与西域以及更远的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楼兰曾经的繁华之地，化为荒漠中的残垣，但人类交流划出的文明花火依然放出耀眼光华。1959年至1975年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高昌故城北郊的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十余次抢救性发掘，清理近代至唐代墓葬400多座，获得多种文字的大量文书，其中以汉文文书为主，多达2700余件。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最早一件纪年为公元273年，最晚一件为公元778年，大致为16国至唐西周时期。吐鲁番文书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唐时期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包括符、帖、牒、状等官府文书，审理案件的对案辩词，行旅往来的过所，以及反映民间租佃、买卖、雇佣、借贷活动的各种契约，记载百姓户籍、田亩及赋役承担情况的守实等，还有大量中原地区流传过来的儒家经典、诗文和启蒙读物抄本。魏晋南北朝时期，郡县制在新疆地区确立。从东晋16国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高昌郡设有太守，下辖田地、高昌等县，县下设有乡、里。文书上收录的职官有长史、司马、参军、主簿等，其职官结构基本承袭自中原地区汉晋以来的制度。随着中原各政权对新疆地区管辖力度的加强，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吐鲁番文书中有大量高昌国时期用来教学的经史典籍写本残卷，如《毛诗》《论语》《孝经》等，
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民族积极学习汉文化的情况。阿斯塔纳第313号墓出土的义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经解残卷和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高昌地区的广泛影响。唐西周时期形成的吐鲁番文书数量最多，反映新疆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制度、儒家文化、书法、医学、服饰、丧葬习俗等诸多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所藏的《唐律疏议明历律残卷》上有西周都督府之印，这是唐朝政令在新疆地区施行的实证。1969年，阿斯塔纳第263号墓出土了一件唐景龙四年《论语正史注》文书，作者卜天寿为西周学童，年方12，他不仅手抄《论语》，还创作一首《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的打油诗，说明当时新疆地区与中原同样是有私塾，学习同样的经典，书写同样的汉字。吐鲁番文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纸质档案之一，真实记录了晋唐时期吐鲁番盆地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是中华文化深植于新疆地区的历史缩影。在新疆拜城县东南60余公里处，木扎尔特河谷北岸明乌塔格山的山岩峭壁间，有一处大型石窟群，数百个洞窟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分布，是清代学者徐松《西域水道记》中提及的有圆山法相尚存金壁的千佛洞克孜尔石窟。魏晋时，龟兹是新疆地区的佛教中心之一，凿窟造像塑化之风盛行。始凿于3世纪的克孜尔石窟尤为历代龟兹王重视，持续建造的时间前后长达数百年，直到8至9世纪才逐渐停建。克孜尔石窟是我国已知开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开凿时间早于敦煌莫高窟100多年，已编号石窟236个，有数十个石窟残存精美壁画，壁画总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石窟前栈道若悬，曲折回环。从地面伸向半壁的石窟入口，窟前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高约3米的人物雕像，
雕像中的人物身着佩帛，坐凝神静思状，是我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高僧鸠摩罗什。克孜尔石窟有着独特的中心柱窟式造窟形式，由于题材内容丰富，艺术风格独特的壁画闻名于世。这些壁画线条紧劲连绵，明快流动，墨色和水分运用活泼酣畅，人物形象绰约传神，既显现出中原绘画艺术传统特征和气质，又融汇了古印度、犍陀罗、波斯等艺术风格，同时保留了鲜明的龟兹地方特色，形成独特的龟兹风，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占据突出地位的是大量反映龟兹流行上座部佛教思想的故事画，其中佛本身故事画不仅数量上远超我国敦煌、龙门、云冈三处石窟的总和，而且有着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菱形阁。画师将反映佛教经典的故事按意图以故事的方式绘在一个个菱形的画面中，布局精巧，造型独特，有着很高的艺术水平。克孜尔石窟不仅是佛教文化的艺术宝库，也是一部新疆地区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记录了千年前龟兹生产生活的内容，这是克孜尔石窟175号窟的二牛抬杠图，两头老牛低头甩尾，合抬一根木杠，共一犁而耕，犁后的农夫一手扶犁，一手扬鞭。这种在《汉书·石豁志》中记载的出现于中原地区的先进犁耕方式，被屯田士兵带入龟兹后，大大推动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同样出自175号窟的耕作图，描绘了两人手挥行似砍土慢的农具刨地的场景。在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中，还有制陶罐、烧陶器的场景，也有商旅赶着满载货物的驴、骆驼、牛的画面。千年已过，历经沧桑。近代以后，克孜尔石窟大量珍贵文物都被外国探险家盗走破坏，我们只能从残存的斑驳丹青中品鉴佛教文化的韵味，感受中华文化多元汇融的魅力与光华。新疆火焰山位于吐鲁番盆地的北缘，有红色砂岩构成，形如一条东西横卧的赤色巨龙。由于地壳运动与河水切割，火焰山腹地留下了许多沟谷，吐玉沟即是其中一条。吐玉沟位于火焰山山脉东段，大
体呈南北走向。这条长不足十公里的沟谷却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其北侧是苏贝西文化遗址，南侧入口是土峪沟村，而在土峪沟村附近还有一处著名的佛教建筑遗址土峪沟石窟。土峪沟石窟现存90多座洞窟，分布在土峪沟南段东西两侧的断崖上，有编号洞窟46座，仅9座洞窟有壁画遗存。在沟谷两侧山坡上还散布一些地面佛寺遗址。土峪沟石窟始凿于5世纪前后，此时佛教已经成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之一，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趋势。作为新疆地区佛教中心之一的高昌，凿窟塑像之风盛行。土峪沟崖壁耸立，西距高昌故城不过10余公里，有着优良的造窟条件，因此成为高昌国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唐朝时，土峪沟石窟被称作丁古寺。据西周途经记载，其寺基依山构，魁眼书阶，雁塔飞空，红梁隐汉，可见当时这里佛法兴盛的景象。10到11世纪时，回鹘僧人还曾在此整修寺院。至15世纪，土峪沟石窟逐渐废弃。2010年，考古工作者对土峪沟北部石窟和南部一处地面佛寺进行发掘，发现了保存有壁画的2座中心柱窟，还清理出包括窟前殿堂、地面、阶梯等在内的一些重要的窟前遗迹，发现数十条回鹘文、汉文和婆罗米文题记，另有大量文书、绢画、纸画、纺织品和精美壁画等。土峪沟东区北部窟群发现的中心柱窟以土坯包起，四面依山体，用土坯垒砌城墙，地面以方砖铺就。这种以中心柱窟为中心的洞窟组合，明显是受了龟兹石窟的影响。这份出自土峪沟石窟的经卷长达3米，主要内容为大乘佛教经典《维摩诘所说经》的一部分，其正面是汉文，反面是回鹘文，是特别珍贵的双语对译佛经。1981年，土峪沟石窟曾出土过一份《大唐西域记》写本残卷，出土时高16.5厘米，长19.5厘米，残缺近1/3，仅存10行绢绣文字，是目前《大唐西域记》古写本中年代最早的写本。2017年底，考古工作者还在土峪沟石窟发现一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残本，卷头题名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字样，是玄奘翻译后的佛经回传西域的有力证明。在土峪沟石窟出土的遗物中，有近万大小残片的文书，其内容以佛教写经为主，还有世俗文书和古书注本等，文字则以汉文为主，也有粟特文、婆罗米文、藏文和回鹘文。1000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土峪沟内众多石窟寺早已褪去昔日光泽。
但他留下的文书、壁画等，依然显示出这里曾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唐代诗人李琦《古从军行》中的交河，位于新疆吐鲁番市西的雅尔乃兹沟中。雅尔乃兹沟是远古时代由于洪水冲刷而形成的一道河谷。经过数千年的冲蚀，在河谷中央留下一个长约1650米、最宽处约300米、平面呈柳叶形的河心洲。四面崖岸壁立，被一道100米宽、约30米深的河谷所环绕。交河故城遗址雄踞其上。交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曾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的车师前国都城。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置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交河故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连通天山南北的枢纽，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更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历代中央王朝所着力经营。西汉时，中央政权即在此设立交河壁。唐朝在吐鲁番至西周后，交河故城归属西周治下交河县。唐时西域最高军事行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出置时，府治即在交河故城。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的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现存城址规模大体为唐代遗存，官署、民居、庙宇、塔林和手工作坊密布。人们采用剪地留墙法，下挖院落，掏洞为室。面向通道的一面不设窗户，民居庭院均由土墙包围，形成一个个房区，布局与唐代长安城相仿。1961年，交河故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交河故城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它就像一叶小舟，记录着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的历史，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气质和魅力。
在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大河乡以东，莫清乌拉山下，有一处长方形的古城遗址，因有一条地下泉水汇聚的大河蜿蜒绕城，故名之为大河古城。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大河古城发掘出一些陶器、石器、建筑材料及少量钱币，包括唐莲花瓦当、莲花纹饰青砖、开元通宝等。经考证，大河古城系唐代古城遗址，为驻屯于此的伊吾军所驻。伊吾军为唐代北庭节度使所辖三军之一。公元630年，唐朝就在今新疆哈密设立伊州，这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军政机构。公元640年，唐朝在今吐鲁番至西州，并在此设安西都护府。公元657年，唐朝统一西域后，又将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治所移至秋瓷。公元702年，为了更好地治理西域，唐朝在亭州设立北亭都护府。唐朝时期，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在新疆东部地区设置伊州、西州、亭州，控制中原与新疆地区的交通，又以安西都护府兼统，东起亭州，西至碎叶的广大范围内设立了众多的驿馆、封碎，以确保东西通道安全畅通和往来商旅使者的食宿。商客和使节经过西域需持有过所，说明外出原因、人数、身份等，审核后方可通行。通古斯巴西古城位于新疆新河县，曾是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军屯中心，城中有大型粮仓、屯兵之所和官衙，城外有古渠遗存，还有沿渭干河古河道首尾呼应的八座古树堡，说明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达到一定规模。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多次出现11亩已寿、10亩永业、祭祖二旦等内容，表明唐代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实行了一样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唐朝在西域采取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大力传播中原文化，唐风儒俗在西域得到广泛普及，另一方面允许倡导各种文化并存，多元文化汇聚交融，各领风骚。唐朝对西域的治理进一步紧密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内在联系，极大增强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沈块胡杨木刻挖成的音箱和琴颈，三角形发音孔位于音箱底部，一根加工好的撑柳棍上等距穿着五个小枝，杨长一制作的琴弦仅存一根，弦杆上仍留有五道明显的系弦痕迹。这具现存于吐鲁番博物馆的木质竖箜篌，由音箱、颈、弦杆和弦四部分组成，是世界上发现保存最完整的箜篌实物。2003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洋海古墓里发现了它，它也成为了西域与中原地区乐舞交流的一个实证。箜篌发源于西亚，汉时经新疆东传至中原。据《后汉书》记载，汉灵帝号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臣贵戚皆敬为之。汉末时，演奏箜篌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宫廷和民间。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对西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汉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时，将中原乐器琵琶带到西域，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音乐交流。解忧公主长女帝史喜爱中原音乐，曾专门至京师学古琴。帝史与秋瓷王将宾返回秋瓷时，汉宣帝特意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出自今新疆库车的秋瓷乐享誉中原，成为唐以后音乐的基础。生于秋瓷的音乐家苏之婆将秋瓷乐律五旦七调理论传入中原地区，推动了中原乐律理论的变革，对宋词、元曲乃至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隋唐时期，于田乐、高昌乐、秋瓷乐、胡旋舞等新疆地区乐舞走进宫廷，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寂静胡音悟胡乐和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秋瓷为管弦祭乐，特善诸国。在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黄釉瓷扁壶上，会有一幅胡舞图，图中胡服舞者舞姿灵动，乐人或以琵琶横笛伴奏，或击掌而歌。这种汉胡共舞、乐器混编的情景，生动反映了西域与中原地区乐舞的传播、交流与融合。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诗中生动描绘了胡旋女的长袖善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绝飘摇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舟无以时。西域歌舞音乐风靡京城，秋瓷乐居宫廷十部乐中的四仪乐之首。据《隋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记载，秋瓷流行的乐器有竖箜篌、笙、篦笠等十几种，他们所使用的新疆地区流行的乐器与中原乐器融为一体，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西域乐舞
与中原乐舞的吸引互补，交融交融，丰富了中华艺术的宝库。在火焰山山脚下，新疆吐鲁番市区以东约40公里处，有一处方圆10平方公里的古代墓葬区，为晋唐时高昌郡及高昌国时期重要的公共墓地阿斯塔纳古墓群。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对阿斯塔纳古墓群206号墓葬进行保护性发掘过程中，发现70余件隋唐时期的彩绘泥俑和木俑，包括侍女俑、舞妓俑、宦官俑、武士俑、胡人俑，以及天王俑和镇墓兽等。其中有3尊保存相对完好的舞妓俑十分珍贵，它们是一组罕见的身穿绢衣的彩绘木俑，出土于唐代墓葬中，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一组木俑制作工艺独特，头部和躯干分段刻制，用木条在颈下交合，以便于组合成想要的动作形态。木雕头部彩绘面貌，面庞饱满圆润，眉间花钿别致，直捻成臂膀，外着锦绢小袖短襦，彩色长裙高腰曳地，花薄披肩旋绕颈臂。三尊木俑造型精巧，衣饰华丽，或雍容大气，或轻靡风华，神态多样活泼，绢衣色泽鲜艳。三尊木俑体型颀长秀美，短襦长裙搭配披肩的服饰风格与内地别无二致，集中展现了唐代雕塑的艺术水平和审美风尚。俑为我国古代墓中陪葬的偶人，以俑随葬之俗在战国末期已经十分普遍，隋唐尤为盛行。自魏晋以来，特别是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以来，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深刻影响了高昌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公元640年，唐朝设立西周，并设安西都护府。唐朝的各项制度在吐鲁番地区广泛推行，新疆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中原文化对新疆地区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这方青石质地的墓志，碑述高昌左卫大将军张雄与夫人屈氏生平事迹。张雄祖籍河南，世居高昌，极力主张高昌与唐交好，
唐朝一统高昌后，他的儿子张怀济、张定和先后任职为官，积极协助参加了唐朝中央政府统一西域大业。屈氏离世后，被唐朝赐封永安太郡君称号，以褒扬张家两代人对国家的贡献。张雄逝世于公元633年，屈氏离世时已经是公元688年。相距半个多世纪，二人合葬，捐以彩绘墓俑，即为张怀济为母送葬时所制。绫罗锦绢成衣，历经千年时光，仍旧鲜艳如新，再现了唐朝的流行风尚，见证了中华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深远影响。这尊造型奇特的雕塑位于阿斯塔纳古墓群景区内，是以一幅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纳墓葬的绢画《伏羲女娲图》为原型创作的。绢画图片曾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试刊号首页。这幅《伏羲女娲图》绢画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考古证实，绘于公元651年，其纵长220厘米，横宽 116.5 厘米。画面上女娲发梳高髻，两腮涂红，额间有花钿，右手执圭。伏羲头挽方巾，斜插长簪，左手持举，两人头部上方绘日形，蛇尾相交之下绘月形，日月各有11颗大星环绕，男女形象四周也有大小不一的圆点，或散布，或以短线相连，勾画出星宿排列之状，充满神秘色彩。从20世纪初至今，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过数十幅伏羲女娲图。这些伏羲女娲图主要出现在夫妻合葬的墓中，一般用木钉钉于墓顶，画面朝下，少数画被折叠包好，放置于死者身旁。在我国古代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创造了万物，二人通婚繁衍人类。伏羲女娲图中，他们相拥交媾，手持圭矩与星辰宇宙间的画面，表达着生命延续的主题，也象征着古人对于宇宙天圆地方的认知观念。以伏羲女娲图作为随葬的习俗，最早兴起于汉初的中原地区，东汉时达到鼎盛。
以伏羲、女娲为主题的砖画、石刻及随葬品在全国多地均有发现。魏晋至唐时，这种丧葬习俗流行于新疆吐鲁番地区。自西汉统一西域后，高昌便是屯田重地。从公元460年到公元640年，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居民的高昌国。新疆地区各民族长期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借鉴，经济文化的交流交融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大量伏羲女娲图中，一些伏羲女娲图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另外一些图为汉人的形象，汉胡两种风格的同时出现并存，说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高度一致。伏羲女娲图是新疆各民族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历史见证。